一个会晓用古言、用文字来说明戒律原则的人，无一定会当实行了比未晓讲的人较好，因为实行是爱靠实际不断去练习，不断伫日常生活磨练的。亲像一个小学生，初初学写毛笔字，一定爱靠拍记啊，看字帖来写，一笔一画有哪写有哪练习。拄开始的时，连笔甲一字写甲拄啊好伫记啊内面，都真困难。开始连笔都夹袂在，小看顿一下都写甲痛出去啊！唔免讲甲每一字每一画文笔是怎样，有水无水一个问题。当然，在初学戒律的时，嘛是安尼。因为咱的心想过粗，对于原则嘛不够熟练，就亲像初学夹毛笔，毋是有那把想过济，一下就倒加规大片乌噜噜。那无就是要未开始写，就已经滴个全目水，规张纸拢真垃圾。伫拄开始学毛笔字时，要写字字拢感觉真不容易，真困难。同款的情形，拄拄开始学习戒律的时，未研究一条戒，要持一条戒，拢感觉真困难。不过，咱千万唔好垂头丧气，因为伟大的书法家嘛是安尼一字一字练习下来。当咱练习较熟以后，自然就会知影，目得爱安怎磨才会拄啊好哦。偌大支的笔是爱问偌济目，写落去才会拄拄啊好。拄开始练习的时，若无照稿仔来写，一定会写个歪去。写久以后，心渐渐平静，渐渐安定。就是无拍记仔来写，咪当写个真端正。因为熟练以后，对当把握着内心无形的迄条直线。纸顶面虽然是无画直线，但是写时同款会当看到迄条直线。但众生若含佛比起来，可以讲完全无欠缺什么物件。颠倒是加了一挂垃圾物件。咱比佛是加什么呢？就是加一挂烦恼、妄想、执着这垃圾物件。什么叫做烦恼呢？烦恼不是讲忧愁、烦恼迄种烦恼。是指咱的心病，种种不好的心理，譬如讲贪心啦、受气啦、牛气啊、骄慢啊、怀疑啊、嫉妒啊，这种种不好的心理，伊予咱会烦，搁会闹，会障碍咱结果。这心内一本色，就叫做烦恼。咱比佛就是加一挂本色，像佛迄款一大智慧，咱本来嘛是有诶。但是因为咱加了一挂垃圾物，看伫目睭顶面，所以咱的目睭变作功能不良。咱本来含佛是完全平等，能力完全共款。咱拢是有佛性的，只不过是咱的目睭内面加了一挂沙，目睭皮阁裹了一挂垃圾，
所以这虽然看不清楚，失去功能。如果咱来当家解出来，遐沙遐垃圾洗清去，就可以恢复咱本来的功能，恢复本来清净的佛性。戒律可以说是洗清咱心灵垃圾上好的清洁剂。某一种清洁剂是可以洗掉某一类的垃圾。洗得譬如某一条戒律，它可以洗清咱某一类的心病烦恼。事实上，如果咱深入去体会每一条每一条的戒本，就会知影伊真正是清洁剂。虽然内心根本的烦恼，种种的垃圾都会当洗清去，安尼才会当开显出咱本性有的光明。咱来了解，咱的佛性是本来什么拢有的，什么拢真圆满的。烦恼心病会使讲是无必要多疑的。咱若是深入去了解家己的痛苦是由倒位来的，对心经体会着，痛苦就是来自该想的毋想，专想一寡不该想的，而且该讲的毋讲，专讲一寡不该讲的。该做的不做，转做一寡不该做的，安尼就必定会痛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咱思想心念的方向错误，讲话的方向错误，做代志的方向错误，安尼就会制造出真济痛苦来。咱讲该不该，对唔对，是含咱佛性相应不相应来判断的。什么叫做方向正确？就是愈做愈会走向清净解脱，走向慈悲协和的佛性。什么叫做方向错误？就是含咱的佛性唔违反。所以愈努力愈认真做就愈痛苦。咱可以做些体会，所有烦恼的代志一定是愈打拼做愈坏，并不是愈打拼就愈好哦。大家要打拼以前，一定要注意方向正确，主题正确。戒律是佛的目睭，看了真清楚以后，甲咱讲出来的原则。咱知影佛的目睭是智慧清澈的目睭，毋是像咱凡夫的肉眼。咱的肉眼等于是真牢固、真粗的镜片，愈加灰灰，一切看甲模模糊糊。看这边就看不到那边，看头前就看不到后面，所以一直都真相不明，看现在看不到未来。但是佛的目睭敢若亲像真观倍数的天文望远镜，佮加上真观倍数的电子显微镜，伊会当看到真广阔的空间，买当看到真闭塞的所在，佛买当看到无共度数的空间，可以看到过去、现在佮未来。佛嘛可以看到
咱众生内心的念头活动，伊看清楚了宇宙的真相，也了解众生轮回在各种无同频道的状况。咱讲有六道轮回，也就是六种无同款的频道。伊看清楚以后，就甲咱讲，应该爱安怎做，才会当活甲真好，才会当渐渐解脱自在。佛所讲即挂，互咱生活真好的关键，就是戒律。咱爱真注意，所谓生活甲真好，唔只是现在好而已，是一直好落去，好到永远的未来，这才是真正好。如果是眼前一时快乐，未来必须爱受真济苦，迄款的代志，迄都袂当叫做好。也阁有。佛要予咱生活甲真好，嘛包括周围大家众生拢总好，不但是家己好。如果只有家己一个人好，别人或者是别种的众生拢感觉不好，安尼嘛袂当叫做好。譬如讲，饮酒或者是吸毒品，一时间。敢若亲像飘飘然，真爽快，真好。但是酒精含毒品，残害身体、残害身心的效果，会使未来非常痛苦。佛是无希望咱任何众生未来痛苦，所以为了现在好、未来好，佛就教咱唔好饮酒。唔好用毒品，而且一个人饮酒以后，如果去赛车，唔只是一一个人危险，规路连所有的人拢总增加危险。佛是要保护一切众生，所以才有制定教咱唔好饮酒、唔好用毒品的戒律。搁再譬如讲。现在真侪人结婚以后，又阁有其他的男朋友、女朋友。开始时，敢那是真快乐，敢那找到一个比较较关怀家己、比较较投缘的人，感觉一时快意，就以为是较好。但是事实，必然夫妇会冤家，家庭会破坏。婚姻的变卦，子女的离散，生活一定比原来搁较痛苦，绝对袂搁较快乐。像这种一时欢喜，未来痛苦的代志，拢唔是叫做好代志。佛是希望咱现在好，未来搁较好，所以才会教咱唔好。有这种无正常的男女关系，才会做不邪淫的戒。佛一遍，一位基督教小姐发心含愿去奉献，伊是一位真够唱水写戏的歌手，个真讲究食活的海产。迄遍阮是去放金嘛，迄个时阵拄好是。白冰冰的查某囝白小燕，互人放票，搁切断镜头啊，台时等伫水内，迄个案件发生一时，迄位小姐真关心这件代志，摕报纸互我看，报纸顶面订了白冰冰失去查某囝，真痛苦的哭的相片，使人看了非常心酸。在我们放金马时，因为每一只金马都已经被人拔掉了，所以我们就先帮他们
一只一只的家庭书啊，念佛祝福，甲因放登去海内的故乡。有一挂一卖卡已经互人弄登去，落地哪地？当时我就问这位基督徒讲：“你看，这项白小燕互人绑票，搁独登镜头啊，是毋是共款呢？”你敢知影，这一只卖的妈妈在海底找无伊的囝，得哭，就和白冰冰同款伤心。其实我真希望伊的囝会当平安活活倒转来。伊听了，目睭天足大泪，甲我讲：“我以后不爱阁做凶手啊！”从此，伊就发心戒食食素食。咱爱了解绑票杀人的凶手，虽然亲像一时赚一笔钱真好，但是未来一定未当好啊。咱如果和医生宣布讲爱开刀，咱一定真紧张皮皮错，被荷兰台的动物嘛是同款。咱如果和人强强抬死，咱一定嘛真唔惯，无可能去对凶手偌好。所以说先，即使一时有甚物好，未来绝对袂当好。即种家己一时好，但是未来无好的代志，拢袂当算是真正好。咱大家那是未来受痛苦，拢是佛菩萨所不忍心，所以佛才要教咱戒律，使咱会当解脱现在未来种种的痛苦。咱的社会已经普遍拢有一种真爱违反规则的风气，所以咱台湾的交通事件嘛是全世界第一名。以前伫我读大学一年时，我一边骑脚踏车过十字路，拄好遇到红灯，伫要停车时，因为线线无注心，所以前面就到过迄条划线修法的线，并忽然间走出一位交通警察来，伊记地面上划线修法四字，甲我讲：“小姐，你是毋捌字吗？”我当时感觉有够惭愧，国家后边输掉再陪我读到大学，我明明在看有迄四字，却无必用心，偏偏甲伊告过去，不但对不起家己的个性，嘛对不起所有的栽培，而且无用心尊重规则，嘛会带予后面的人无好的引导和危险。使人对我无尊重，动作毋捌字乱敲，安尼对破坏社会的规律和安定，嘛有可能使人生命危险。我一直非常感谢迄位交通警察，在我的人生当中，予我一个真大的提醒和警惕。使我从此以后，即使半暝啊无半人，要过马路，嘛会真注意，毋敢超过迄条界线。我伫病院做医生时，发现着车祸的病人，拢是一刹那间，就决定伊一世人的痛苦。所以自迄阵开始，我就会特别注意交通规则。老实讲，我细汉时
过十字路，是袂真注意去看红青灯。我是袂故意去闯红灯，但是嘛袂真注意去看。自从我了解车祸真正足悲惨、真痛苦以后，我就会真小心注意交通规则，唔敢随便去害家己，阁害别人。会记起迄是十几年前，有一遍我和一位朋友骑机车伫高雄，骑到十字路口，遇到红灯，我就停伫迄条线的后面。真奇怪，大家拢冲红灯冲过去。我迄位朋友伊本来嘛要过去啊，伊过一时啊才回头来等我。伊甲我讲：“哎，你停伫遐，敢袂红笑？人大家拢过去，干那你停伫遐？”同时，我感觉真悲哀。竟然咱的社会变成遵守规矩是会唬人笑的，就爱违反规则才是正当，才是得意的。这种的风气实在是令人悲哀。到底拄着车祸断脚断手的时，是什么人在痛苦？是什么人受得了呢？其实咱的社会毋捌字的人真少，色盲嘛真少，但是大路顶面写遐尼侪交通规则，大家拢故意当作毋捌字，当作无看到，这到底是什么心理呢？明明都毋是色盲，为什么看到红青灯，拢无要管伊，故意看红灯当作青灯给冲过去呢？咱都一个人，规世人拢无什么公营甲得意，只有用违反规则来当作家己的公营和得意吗？咱都一个人，规世人拢无什么快乐，爱违反规则才会快乐吗？我观察规大群冲红灯的人是由倒位来呢？就是由第一个带头冲红灯的人来。如果咱的社会上哪会当有较侪老实遵守交通规则的人，大家去到遐都会自自然然停伫规定的线后面，规规矩矩，耐心等几秒钟。会当遵守规则的人若是愈多，就愈无人敢安尼冲过去。所以带头冲红灯迄个人责任因果是真重的，交通警察可能一时会放过伊，无甲伊开罚单，但是因果一定会当抓着伊。以前有一位老师曾经甲阮讲一个实验，伊讲一个人若去徛伫马路顶边，头欠欠一直看天空，看个敢若有一回事，后面得有一大群人对伫伊个边啊，对伊一直看天空，遐人根本就毋知影人伫看啥物，就莫名其妙对人直直看。咱有这个实验，对当了解，咱袂使随便做一件代志。一做以后，对有真侪人糊里糊涂对咧做，咱家己可能是无问题，无发生危险，但是后面的人若是出问题，咱嘛是爱负责任，爱负因果，受无好的果报。我伫行医时，深深感觉到，一个人
一刹那间发生车祸受伤，整个世人的命运就转变了。要帮忙伊，甲伊治疗，救到完全拢恢复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不但伊家己真痛苦，连救治的人也是真心疼、真辛苦。所以咱千万唔通做迄个带予大众危险的人。一个人敢去犯规则、乌白枪，伊一定是以为伊袂安怎，但是结果真正会安怎的，拢是这种想过有把握的人。伊伫真正出代志的前一刹那，伊嘛毋知影家己会出代志，伊嘛是认为伊袂安怎，所以才敢乌白枪。我曾经伫半暝值班的时，受到车祸，规个脚肉拢碎去，阁签个全玻璃片的人。如果要保全伊的脚，就必须爱帮伊把玻璃皮一块一块清出来。要做这个工作，伊是爱个皮皮擦冻袂掉。如果要把规个脚拢剁掉，都爱考虑，伊是无可能搁再生新脚出来。伊永远爱做一个无脚的人，伊甘忍受会了未来的痛苦。这种孤单的痛苦，拢是一刹那间的心念行为决定出来。咱世界的道理，含这是共款的。一刹那间幻觉，就像出车祸安尼，影响真久长，生生世世拢爱受痛苦。